在飞啊！救命！爷爷，结果，哦。 下次再来买哦。走大。哦，我要买那个。阿姨，等一下哦。一束来五包宇宙煎饼。对。好了，刚刚好，不用找。好，谢谢。谢谢你啊，再见。再见。这看起来真好吃。哦，你好。啊，不好意思啊，这个宇宙煎饼给我两片。没问题，谢谢您。啊，您要去旅行吗？ 是啊，我接下来要去火星。哦，我孙子啊，在那边出生了。哎，那真是恭喜您了。谢谢你啊，来，钱给你。走吧，走吧。再不快点要迟到了。我知道了。哎，啊，对了，要不要搭我的车去？我现在正好要送过去宇宙港。哎呦，这样我会不好意思。这有什么关系？爷爷，那我走了。好。 哎呀，那个小子真是活力充沛啊！谢谢你啊，请问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明日见奏大，看向明天，直到彼方。 德卡，你要我使用这个呼救你吗？闪光型德卡，超人力霸王德卡，每周日下午5点半，就在萌萌亲子台。地球重返和平的这7年里，宇宙开发获得飞跃性的发展，进入了新边境宇宙时代的全盛期。现在，在火星也终于要开始建设第二个太空站了。今天开发团队就要从这里，也就是空船式宇宙港出发。这次的开发团队由许多来自 TPU 训练学校宇宙开发科的毕业生，可以说是揭开了新时代的序幕。早安，辛苦了。某新校长。哦，海甲小姐，好久不见。哈，看来你这个校长还真是当得有模有样呢。才不是这样呢。
听说宇宙开发科的毕业生们要以开发团队成员的身份去火星，真是太恭喜你了。托你的福啊。在送行的同时， TPU 训练学校怪兽应变科跟宇宙开发科一起帮忙维安工作。海甲小姐你呢？怪兽研究室最近还好吗？啊，老样子，闲得很。而且研究室明年的预算跟人员又被删减了。我们也一样。嗯，虽然宇宙开发科大幅增加了，但怪兽应变科……爸爸，艺术，爸爸欢迎回家。怪兽最后一次出现是7年前，多数 TPU 的人员目前也都前往宇宙了。Gus Slack 的装备也都改成了无人式。虽然进步是一件好事，但是相对的也要站稳脚步才行。需要时就会现身帮助我们的人并不能保证他随时都在。3 2 1，一宿零。好，预备发射。哇，上火星哎，不知道爸妈玩得开心吗？啊，好。哦，我发誓，我一定也要。你是训练学校的学生吗？啊，是。听说你们今天都来支援维安，辛苦你们了。谢谢你的鼓励。不嫌弃的话，这是我们的煎饼，尝尝看。啊，不用了。没关系，拿去。但是我现在还在执勤中。态度强硬，比我们的煎饼还硬呢。啊？啊，我爸妈他们都去火星了。他们是移民吗？不是，是去旅行。他们在商店街抽中大奖。抽奖？嗯，所以我看到跟宇宙有关的人就觉得很亲切。我不收你的钱，吃吃看嘛。我说真的，真的，请不要客气。谢谢谢谢，真的很好吃，吃吃看嘛。爷，啊，你在干什么？龙门同学，集合时间到了，快走吧。好。失陪了。啊，哇，这很好吃哎。紧急状况！这里是火星开拓城市，我们遭到了不明物体袭击！那是什么？那是什么？那是……龙门同意，你们没事吧？是是，我们大家也去引导民众前往避难，千万要量力而为。校长，
到底发生什么事？总之，快带民众去避难。是是，各位，我们走。好，是，我这就去总部。要注意安全。校长，你也是。快走，快。ガッツセレクト。ストレダ。輝け。フラッシュ。デッカー。新番組ウルトラマンデッカー。7月9日土曜朝9時スタート。你没事吧？救救我！救救我！救救我！在下面吗？救命！请救救我！冷静一点！救我！我马上救你出来！救救我！快救救我！什么？我不是叫你快去避难所吗？这下面有人！救救我！请救救我！管理总部，听到请回答。救救我！请回答。无法接通。哎，让开！快点帮我！好了吗？预备！再来！慌张！射击！遵命！接下来交给我们，你快去避难所吧。这种状况下，怎么可以只有我一个人逃跑？射击！遵命！怪兽！是电波干扰，在怪兽旁边就不能进行远端操控。往这边，你快点去避难所。待在这里太危险了，我们也准备撤退。让我来引开他们，不可以，快回来！啊！突然闯进别人家，任意破坏，当我们地球人好欺负啊！啊！看我的！啊！我是不是要死掉了？奇怪，这是什么地方？我是谁？还会是谁？我就是我，我是明日建奏的。什么？德卡？是你发出的声音？我的身体注入你的力量？
你要我使用这个呼救你吗？什么？这道光？难道是超人力霸王？
解的？哦，我也不清楚。等我醒来，就在这里。外行人就不要随便乱来。你这次只是运气好。龙门同学不可以使用暴力。真的非常抱歉。不过他说的没错，救人虽然重要，但是也必须珍惜自己的生命。对不起。我们先暂时撤退，等候总部的指示。遵命。我的名字叫卯星蒂斯，是 TPU 训练学校的校长。如果你有这个决心的话，欢迎你跟我联络。决心？守护珍贵事物，这样的决心。在全球各地发起攻击的神秘物体现在命名为索菲亚。索菲亚这次几乎彻底毁损了 TPU 的战力，并且将整个地球包覆在屏障里，让我们无法前往宇宙，也无法从宇宙返回，同时也无法跟宇宙进行通讯。火星自然也包括在内。走的。目前我们还不知道这种情况会持续多久。你不用担心我。地球的研究人员表示，大胆去走你相信的那条路吧。发送讯号，从两端同时发动进攻，打破索菲亚的这层屏障。暂停宇宙开发科的训练。想成为宇宙飞行员的同学，现在必须与怪兽应变科学员共同接受战斗训练。这会是艰苦的战斗，但是你们不可以放弃希望，我们一起努力吧。是，太好了，大家一起努力吧。啊！怎么是你 ？TPU 训练学校怪兽应变科学员，明日见奏大，请大家多多指教。気づけばまた空回り、なぜだろうずっと繰り返し、遥か彼方に輝く星を見上げている。いつになればあの中身へたどり着ける。でも今はまだ自分らしく、そんな夢抱いていこう。きっと誰もが同じ悔しさを背負ってるんだ。ただがむしゃらに走ればいい。呆れるほどまっすぐに、いつかまばゆい光の中で、その超人次元教学，接下来要教大家超人次元卡。今天的卡牌是这张 Ultraman Decker Flash Tide， 身高55公尺，体重45000吨，漂亮的红色与蓝色条纹属于均衡性加的形态，两手十字交叉发射的塞尔杰特光线非常强劲有力哦。独自战斗好寂寞，都没有人来帮我吗？下一集也请多指教。我进了 TPU 训练学校，目标是成为 Gas Lake 队员，每天都在努力训练。可是龙门好死板，维千沙好天真，再加上怪兽缴获，这样我真的能成为队员吗？下一集超人力霸王德卡下定决心的揍大，大家记得要看哦。みんな、楽しんでくれたかな？チャンネル登録すると動画の最新情報が届くんだって。君の応援、
待ってるぞ。